People often say that if you want to improve the way you speak in a targeted language, you should read more stories and hear more dialogues from native speakers. And it's better to do it without subtitles in the languages you can already speak, because you will challenge yourself and feel like you are thrown into the deep end where you can only rely on yourself. So in this series, I'm going to provide you with various stories and dialogues for Chinese learners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speeds. For the words that might be very hard for you to understand, I have already marked some in English for you. So for the rest of the new words, you can force yourself to guess their meanings through the context and then watch these videos over and over again to practice your reading and listening skills. Please remember that your last option is to look them up in the dictionary. So be prepared with your eyes, your mouth, and your ears.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EllieMandarin.com. 我是雪莉老师。I have been teaching Chinese since 2016. If you want to improve your reading and listening skills, make sure you watch until the end of this video. If you want to improve your Chinese with lots of practice, you can visit my website EllieMandarin.com. If you want individual or group lessons, please send me an email through the information in my description below. If you want to watch more free Chinese learning videos like this, make sure you subscribe and turn your notifications on so that you can catch my new videos on time every time I upload them. 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dive into it. Dialogues in Chinese. Please note that I have prepared some quizzes for free based on these dialogues to check your listening skills. If you are interested, come to visit EllieMandarin.com. The pinyin built in the Chinese font is limited with one tone only and cannot be altered. You should pronounce it based on the rules given. For example, 好 is pronounced at the fourth tone in 爱好。电影，你最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我最喜欢看有内容的。什么样的电影是有内容？我所说的内容就是能吸引我的，有故事情节的，让我被它能吸引的。有些电影呢，就是很空洞，你一看就知道他马上演什么或说什么。那么基于这个呢，你可以是说有动作的电影啊，有侦探类的电影啊，有这个人情戏剧性的电影啊，都可以，只要有内容都会吸引我的。甚至比如说一些恐怖片呢，如果有一些内容也会吸引我的。你呢？我觉得应该和你差不多。如果给你刚刚说的内容定个名字的话，它应该叫悬疑，就是有悬念的，对，带有悬念性质的，对，是的。然后呢，家庭片我也挺喜欢的，会有一些喜剧的成分在里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让你笑是吧？是的，是的，会让你笑的。我是蛮喜欢有这种幽默性质在里面的电影，很有意思。其实我想问你，为什么你会喜欢看的电影？就你刚才已经，我已经解释了，对，是的，因为我们看电影嘛，对，主要是想。被娱乐，对，是吧？因为戏剧文艺都是说娱乐性的这个种类了，那么你看的你主要是想被娱乐，对吧？是的。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喜欢看电影的一个主要原因。电影本身是一种很高级的艺术综合表现形式，里面有唱有跳，有这个演员的表演功底儿，对吧？有故事情节，然后呢有艺术创作，有摄影，有剪接，有各种这种动漫的合成，所以它不是一种简单的艺术形式，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艺术形式。所以你看电影呢，主要是想被大家的努力啊，这种团队的结果呀，包括选材啊，最后被演出来呀，编辑成电影之后，你想被它娱乐，对吧？这就是
被他吸引啊，然后你比如说一天工作生活之后，你想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娱乐时光，那么给你带来这种目的的实现，这就是你为什么喜欢看电影的一个原因。嗯哼，那你最喜欢看的这个电影是哪一部？ Forrest Gump， 马上就跟你说，我自己本人看了很多次，5-6次吧。是吗？至少的，你特别喜欢重复的看电影吗？那当然了，就跟我们听音乐一样，有的好的音乐我可以听一遍两遍，或者是听20年、30年的。好的电影呢，它是一个就像舞台剧一样，有的人呢喜欢看电影看一次就不要再看了，但是我呢，我把它当成一种舞台剧。比如说我看了很多这个舞台剧啊，我可以再看。比如说一些古典音乐啊，我听完了可以再听，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表现形式，像看画一样，我可以再看。那你为什么喜欢 Forrest Gump？ 是的，像我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为什么喜欢看电影一样，它是一个综合的高级艺术表现形式。什么形式特别吸引你？第一是故事情节也是非常非常吸引我的。然后呢，演员的这个表演艺术啊，包括里面的主演 Tom Hanks， 把这个 Forrest Gump 演得淋漓尽致。那么最后你看过的电影的名字叫什么？名字叫 The Game。 嗯哼，是游戏，非常的喜欢啊。是吗？因为首先第一，这个电影主要的情节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投资银行家继承了副业，他父亲是这个跳楼自杀，然后呢他自己这个继承了这个父亲巨大的资产之后呢，也是由于这个专业的压力导致他变得很冷酷残酷，然后呢一味的追求工作呀，虽然拥有万贯家财，但是非常的不幸福。是吗？所以这个游戏呢是他的弟弟给他生日的一个礼物，给他设计了种种的让他丢掉所有的财产，然后呢又亲自枪杀了他心爱的唯一的亲人弟弟。当然了，这都是这个游戏的其中安排的内容之一了，但是这个当事人并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但是他本人并不知道。所以这个游戏安排的非常成功。然后呢他最后也在绝望之下跳楼，但是呢被一个安全网给接住了，也是游戏的一部分。听起来很精彩。结果就是说呢，他从这个父亲去世啊和自己这个整个的职业困惑的人生当中解脱了出来，然后呢重新去追求家庭，他所爱的亲人和友情，很有意义的一个片子。电影，你最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我最喜欢看有内容的。什么样的电影是有内容？我所说的内容就是能吸引我的，有故事情节的，让我被它能吸引。有些电影呢就是很空洞，你一看就知道他马上演什么或说什么。那么基于这个呢，你可以是说有动作的电影啊，有侦探类的电影啊，有这个人情戏剧性的电影啊，都可以，只要有内容都会吸引我的。甚至比如说一些恐怖片呢，如果有一些内容也会吸引我的。你呢？我觉得应该和你差不多。如果给你刚刚说的内容定个名字的话，它应该叫悬疑，就是有悬念的。对，带有悬念性质的。对，是的。然后呢家庭片我也挺喜欢的，会有一些喜剧的成分在里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让你笑是吧？是的是的，会让你笑的。我是蛮喜欢有这种幽默性质在里面的电影的。很有意思。其实我想问你为什么你会喜欢看的电影，就你刚才已经我已经解释了。对，是的。因为我们看电影嘛，对，主要是想被娱乐，对，是吧？因为戏剧文艺都是说娱乐性的这个种类了。那么你看的你主要是想被娱乐，对吧？是的。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喜欢看电影的一个主要原因。电影本身是一种很高级的艺术综合表现形式，里面有唱有跳，有这个演员的表演功底儿，对吧？有故事情节，然后呢有艺术创作，有摄影，有剪接，有各种这种动漫的合成，所以它不是一种简单的艺术形式，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艺术形式。所以你看电影呢主要是想被大家的努力啊，这种团队的结果呀，包括选材啊，最后被演出来呀，编织成电影之后，你想被它娱乐，对吧？这就是
被他吸引、啊、然后你比如说一天工作生活之后，你想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娱乐时光，那么给你带来这种目的的实现，这就是你为什么喜欢看电影的一个原因。嗯哼，那你最喜欢看的这个电影是哪一部？ Forrest Gump。 马上就跟你说，我自己本人看了很多次，5次到6次吧。是吗？至少的。你特别喜欢重复的看电影吗？那当然了，就跟我们听音乐一样，有的好的音乐我可以听一遍两遍，或者是听20年30年的。好的电影呢，它是一个就像舞台剧一样，有的人呢喜欢看电影看一次就不要再看了，但是我呢我把它当成一种舞台剧，比如说我看了很多这个舞台剧啊，我可以再看，比如说一些古典音乐我听完了可以再听，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表现形式，像看画一样，我可以再看。那你为什么喜欢 Forrest Gump？ 像我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为什么喜欢看电影一样，它是一个综合的高级艺术表现形式。什么形式特别吸引你？第一是故事情节也是非常非常吸引我的。然后呢，演员的这个表演艺术啊，包括里面的主演 Tom Hanks， 把这个 Forrest Gump 演得淋漓尽致。那么最后你看过的电影的名字叫什么？名字叫 The Game。 嗯，是游戏，非常的喜欢啊。是吗？因为首先第一，这个电影主要的情节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投资银行家继承了副业，他父亲是这个跳楼自杀，然后呢他自己这个继承了这个父亲巨大的资产之后呢，也是由于这个专业的压力导致他变得很冷酷残酷，然后呢一味的追求工作呀，虽然拥有万贯家财但是非常的不幸福。是吗？所以这个游戏呢是他的弟弟给他生日的一个礼物，给他设计了种种的让他丢掉所有的财产，然后呢又亲自枪杀了他心爱的唯一的亲人弟弟。当然了，这都是这个游戏的其中安排的内容之一了，但是这个当事人并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但是他本人并不知道。所以这个游戏安排的非常成功。然后呢他最后也在绝望之下跳楼，但是呢被一个安全网给接住了，也是游戏的一部分。听起来很精彩。结果就是说呢，他从这个父亲去世啊和自己这个整个的职业困惑的人生当中解脱了出来，然后呢重新去追求家庭，他所爱的亲人和友情，很有意义的一个片子。Alright, so that's all for today's lesson. If you like my video,Please subscribe and give me a thumbs up to stay tuned. Thanks for watching, and I'll see you next time. Answer the questions and leave your answers in the comment. 一，你最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二，你为什么喜欢看那样的电影？